Come here.放心吧，许爸爸，您在找我，坐。 你是婷婷的姥姥，是亲姥姥。亲姥姥，你为什么不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说。听你说，喜欢姥姥，不喜欢奶奶，你是不是心里特得意？ 而是心痛，他父母离婚了，这个孩子没有家，在他幼小的童年，承载了太多沉重的东西。我仅仅想为他能够分担一点，当然我知道您对他也很好。我在您的面前说了婷婷姥姥。 那么多坏话，你不生气？许妈妈，其实我为孩子做什么，没有因为，也没有所以。你今天想抱怨我，你倒是有你自己原因的。确实是我女儿做的不好，跟我这个当母亲的是分不开的。在这里。 我向您和您的全家表示抱歉，对不起。这是你的心里话，当然是我的心里话。今天我走到了你的面前，当着你的面，我承认我是孩子他姥姥。 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我心里就踏实了。你还算个明事理的人。其实，我儿子特别反对我见你，怕我控制不住，情绪激动。但是，我跟他说。 我无论如何一定得见你，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为什么？为什么？许妈妈，你问的这个问题。 光明曾经问过我，他爷爷也曾经问过我，我就想告诉你，我是为了婷婷。光明。 当着他姥姥的面，妈，给你提个要求。你说。把婷婷还给他姥姥。啊。把婷婷还给他姥姥。啊。
这事儿，暂时不回头再说呀。不行，就这么着吧。强扭的瓜不甜。既然听天要跟着他姥姥过，就随他便。你不是马上要跟小丽结婚吗？再生一个。 生一个自己的，妈，把婷婷的孩子还给她姥姥。许妈妈，你这不是在走极端吗？你不是一直想要回婷婷吗？把婷婷还给她姥姥。 是不是跟我妈说什么了？我能说什么？难道我会跟阿姨说，我不想给婷婷当后妈了，让她赶紧把婷婷送回去吗？我不是这意思，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不管我做什么样的努力，你们就是不肯相信我呢？没有不相信你妈，可能这件事情。 我也欠考虑。光明，我真的没有跟阿姨多说什么，我只是觉得公司很快就要忙起来了，我怕我一忙就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婷婷，到时候婷婷不是也一样要被送到姥姥那边去吗？我真的没跟阿姨说什么，而且你也清楚，婷婷不管是跟咱们住在一起。 还是跟他姥姥住在一起，那他永远都是咱们的孩子呀。我再想想吧。光明，其实不管以后婷婷是不是和他姥姥住在一起，只要咱们多抽时间去看看他，那也是没有问题的。 还在生婷婷的气呢？那你说，不要她了，还给她姥姥。老头子，你说，孩子到底愿意跟着我们，还是愿意跟着她姥姥？这还用说呢？之前呢，咱们只想着自己。 根本没想过孩子，怪不得婷婷跟咱们不亲。我只想着，我对你好，你就应该对我好。这世界上哪有这么多应该啊？尤其是感情，又不是买卖，掏10块钱的票子。 就拿10块钱的东西。是这个理儿。哼，想通了，人都是一样的。就像咱们俩要回去，光明不乐意，他觉得对你们还不好吗？咱们要回去。 可是，他对我们再好，终究也不是咱们的家。其实啊，换了婷婷也一样，咱们对他再好，也比不上从小把他带大的姥姥。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看见。 等将来啊，光明和小李有了孩子，你可得亲自帮着带。
别怕麻烦，别怕累。孩子叫你一声爷爷奶奶，不是白叫的。看着像你的车，还真是，不认识我了？啊，川姨有事儿啊？嗯。哎，最近他那边有什么动静吗？谁呀、啊？齐淑兰呢？哎，你说说啊，他这个人可真是的。这许光明他妈呀，因为他差点被气死过去。哎，他居然还舔着脸去看人家。有的人他就是脸皮比较厚嘛。可不是嘛，比城墙拐弯还厚呢。哦，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事儿呢。哦，那什么，我就是问问你啊，你上次给我的那套保健品，还有没有了？我上次给您那么大一套保健品，还不够您一个人吃的。哎呀，我一个人是够了，可我儿子闺女的。陈阿姨。那套保健品是给老年人吃的，是吗？哦，哎，那就还有专门给年轻人吃的啦。能不能？陈阿姨，真对不起，我真的赶时间。那行，那回头再说。回头再说。你慢着啊。陈阿姨。这婷婷的姥姥过生日的事情，您知道吗？知道，就这礼拜六。哎呀，一群人跟跟屁虫似的，围着她，还准备大吃大喝呢。您不打算去吗？切，我才不去呢，我才不愿意去捧她那个臭脚。我觉得您应该去啊。啊？陈阿姨，您是不是真的就只有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啊。行，回头我再给您拿两套年轻的。啊。哎。哎。祝齐老师生日快乐。哎。明年我也60了，照这样给我来一次啊。常香红，你还早着呢。同志们，我有个想法哈、啊，现在吃饭吧，我觉得有点俗，咱们不吃饭了，改在茶楼听戏去，好不好啊？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咱就说好了，下午3点，公园西门外茶楼喝茶听戏，吃蛋糕，给老齐过生日。这个就是您要的电脑，是跟那台电脑一模一样吗？型号完全一样。您看，翻过来，这儿有一个螺丝，把它拆掉，轻轻一拉，硬盘就能取出来。然后里面的东西就都可以看到了。对，换台电脑装上，神不知鬼不觉，看完装回去就是了。挺简单的。哎呀，我说你呀，其实人人都有生日，年年都在过生日，不必要这么隆重的。你不一样啊，你是我们合唱团的主心骨，这个团没谁都行，没有你不行。这个世界上离开了谁，这个地球啊，它照样在转。对我来说不一定。哎，今天好像没有看见老康啊。哟。几天不见，惦记人家啦？哎呀，你在干嘛呀？你还真以为到了我这个年龄还要搞什么黄昏恋呢？有什么不可能啊？说正经的，这就挺正经的。哎，
你刚才接电话，我就以为是老康打的呢。哦，那倒不是他打的，是许光明打来的。他让我中午过去一趟。啊，明白了。看来他还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他起码是没有忘记。但是从我内心来讲，我希望他忘记，希望他把我们一家人都忘记。几分钟就好。搞定。您还记得怎么装回去吗？没问题。甜甜啊，今天最应该说什么？祝姥姥生日快乐！谢谢甜甜。妈，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也坐。哎，阿姨，您要是愿意的话，我想跟光明一样，也叫您一声妈。哦，不不不，这不合适的，真的不合适的。光明知道，我从小是跟着我爸爸过的，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我们走了，所以我一直就特别羡慕光明。我也知道您对我有看法，我毕竟是，但是我相信光明应该都跟您解释清楚了，对吗？从我的本意，我真的很希望能跟您成为一家人。您看，您是婷婷的姥姥，回头我跟光明结婚了以后，我就是婷婷的妈妈，妈妈管姥姥叫一声妈，那不是应该的吗？叔叔，您觉得呢？啊，挺好，挺好。老齐啊，今天是你60大寿，60可是大寿啊，大家都来祝贺。本来啊，婷婷她奶奶也想来，可是呢，你知道她在医院来不了，她让我捎话给你，祝你生日快乐，健康长寿。啊，谢谢许妈妈。啊，爸，行了，咱们不说了，今天啊，我妈大寿，咱们一块举杯，咱庆祝。好，来，妈，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嗯，姥姥喝。妈，今天难得高兴，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啊，多说几句。妈，说心里话，这段时间其实我每次见了您，我这心里边都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我不知道这天底下究竟有多少对夫妻离了婚之后，这丈母娘还能跟这女婿能像这样往来，能保持这么好的关系。我很多同事还有朋友，当知道了我跟小雪离婚之后，您还天天主动上门照顾孩子，他们就跟我说，说光明你这个丈母娘，要不然就是深藏不露有自己的小算盘，要不然就真的是对你这个女儿太好了。妈，不瞒您说，之前的确我也怀疑过，我想不明白您到底图什么？我想是我多想了，现在我也终于明白了，您对婷婷是真的好。婷婷，你站起来，今天当着爷爷的面跟姥姥说，大声说出来，
说这一辈子都不会忘了姥姥，一定会对姥姥好。姥姥，我一定对你好。哎呦，甜甜，不是要有礼物送给姥姥吗？对。啊，甜甜准备礼物了。姥姥，你要过生日了，我唱一首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小雪， Happy birthday， 你听见了吗？你女儿在唱歌，我听见了，我也看见了。妈，你现在过得挺好的，高朋满座，挺热闹的。我就想问问你，你还有点尊严吗？许光明就是个骗子，你怎么能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呢？你没饭吃了吗？你跟他们吃什么饭啊？妈，我去看看。你带着婷婷马上走，马上离开那里。妈，你别告诉我你已经被许光明收买了，你更别告诉我你还把他当成一家人。许总，各大媒体记者已经开始进场了，这又怎么了？啊，没事。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不要跟他们来往，不要跟他们来往，你就是不听是吧？行吧。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呀？妈，你别替许光明说话，我也不想听你解释他当初怎么骗我，你不知道吗？没事没事，先进屋。继续骗你，你让他接电话，我要跟他说话。哎，小雪。许光明，你挺有能耐的嘛。你能不能听我说呀？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说什么说啊？妈今天柳氏大寿，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许光明，我告诉你，你少甜言蜜语忽悠我妈，少跟我来这套。我不想跟你争执，也不想跟你吵。妈今天难得这么高兴，你就是这么给妈祝寿的？我不需要你给我妈祝寿。爸爸，我想和妈妈说话。好，婷婷过来了，她要跟你说话。来，妈妈。许婷婷，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你是不是想找这个狐狸精给你当妈妈？婷婷，婷婷。婷婷，妈怎么了？你看，孩子怎么了？你不小心撞在石柱上面了。哎呀，赶快送医院！婷婷，婷婷，喂，我们孩子呢？婷婷，婷婷，婷婷，婷婷。是不是家里出事了？不知道，电话突然就中断了，再打就怎么也打不通了。请问刚刚有没有送进来一个小孩？不清楚，你去值班医生那里问一下。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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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刚才送来那孩子怎么样了？哦，颅脑损伤，硬膜下水肿，没抢救过来。死亡时间呢？通知家属了吗？哎，好。好，我知道了。你有什么事吗？哎，老太太，来，你怎么了，老太太？喂，你好。我是，你是哪里啊？
院。喂，丁雪，你妈，我们这儿都等着她呢，电话也打不通。什么？医院？到底怎么回事啊？这样啊，好好好，我们马上过去啊。老康，老康。赶紧的，老七出事了，上医院。你们是他的亲戚。哎，护士，他到底怎么了？请跟我来。好。现在离新闻发布会还有多久？不到一个小时。你先去前面照顾记者吧。行吧。老齐，婷婷没了。婷婷没了，不可能，不会的，不会的，婷婷好好的，怎么能没？不可能，二哥，老康去问问大夫。我去，哎呀，别动，快去呀！不会的，婷婷不会有事。不会有事的。李轩，要去哪儿啊？我要回去。回哪儿？我得找我妈和婷婷啊。李轩，你没开玩笑吧？现在离新闻发布会开始还有不到一个小时，你现在要回去？对。李轩，都什么时候了，你这个时候想起来一出是一出？当初我让你放弃，你不听。现在媒体和记者全都来了，新闻发布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时候你说你要回去，丁雪，我提醒你，你这种行为会对你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影响。媒体记者能得罪吗？可我妈已经晕倒了，婷婷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好，丁雪，深呼吸，你先冷静下来。刚才梅阿姨不是说了吗？你妈妈没事，婷婷也不会有事。可婷婷还没找到呢。他在他爸爸那儿。他爸爸就是个混蛋。那这样，来，我的电话号码是生号，拿我的打给他，好吗？这个。大夫，请问您外滩的老太太？您是那老太太的家属吧？是。小李，是我。哎，我问你啊。齐如兰在医院呢，说婷婷没了，到底怎么回事啊？啊，喂，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这样。老齐，哎呀，老齐，没事儿，婷婷没事儿，你弄错了。啊，婷婷没事儿啊？没事儿，我刚才问大夫了，是有个孩子送给抢救没救活，可那不是婷婷，是个出车祸的孩子。哎呀，什么情况？老七，你说说你，不弄清楚点你就瞎着急。婷婷没事的。哎呦喂，老七呀，你看你急成这个样子，哎呀，吓我一跳。好了，没事了。关明。去看阿姨了，她一切都好，我也没告诉她婷婷的事情。婷婷现在怎么样了？说是轻微脑震荡，得观察一晚上。算是万幸了，叔叔在陪着她吗？你说这孩子他怎么就这么多灾多难？去年车祸，今年又这样。你别自责，
这也不是你的错呀。怎么能不是我的错呢？就在我眼皮子底下就摔成这样，这他老婆还不知道呢。你电话在我这儿，没电了。那把你电话借我用一下，我给他老婆打个电话。你还是在这儿守着吧，我出去给他打。你放心吧。好。行，来，小心底下啊，门槛。哎，好。前面沙发走。哎，这儿，哎，快坐下。这个地方，来，坐下。往这边，这，哎，好。大梅，哎，对，我们到了。我已经到他们吃饭的酒店了。老齐的东西也在，你让他放心，别着急。哎，好。哎，你也别急啊！哎，老康，千万看好老齐，别出事儿啊！嗯，那好，先这样，谢谢你了啊！丁老师，你找我呀？啊，赵总，不好意思。怎么样，梦想马上就要成真了，心情如何呀？我这心里啊，比你都激动啊！谢谢赵总，可是……哎，没什么可是的。等会儿面对新闻记者的时候，要好好配合他们啊！我提前都跟他们打好招呼了，啊，必须上娱乐版头条。明天独唱音乐会，他们也会到场。你呢，就需要好好的准备，好好的唱啊，拿出真本事来，得逞满堂彩。到时候再请这些媒体记者幅度的宣传报道，那个时候啊，就是不想上头条都不行啊。还有，不瞒你说呀，我给你准备好了你的庆功宴。小薛，啊，你没意见吧？啊，赵总，实在是很抱歉，我家里出了点事，恐怕发布会我就参加不了了。什么？我现在必须马上去机场。哎，这不合适吧？家里出了什么事了？啊，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马上得走。小丁啊，对我有意见是不是？啊，对我有意见可以说嘛。何必这样啊？我是在为你圆梦，我本人可一点私心也没有啊。小薛，你说是不是啊？啊，发布会也差不多该开始了，丁老师，调整好心态啊！现在的媒体记者可不好对付啊。小薛，丁老师就交给你了啊，我去招呼一下。请来嘉宾该入席了，啊！丁老师，调整好心态，啊！林轩，去吧，箭在弦上，没有回头路了。可是，这不管怎么说，是你梦寐以求的，对不对？这样，等发布会一开完，我马上开车送你回去。你以前不是一直很反对的吗？是，一开始我确实不接受这种方式，但是这毕竟是你的梦想。那好吧，你帮我一直打电话，要是打通了马上就告诉我，我手机也给你。Thank you.
情况啊？婷婷还在抢救吗？哎，不会真出人命吧？哦，哎呀，你放心，你对我够意思，我肯定也对你够意思。啊？你让我上哪儿？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丁雪独唱音乐会新闻发布会现在开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出今天新闻发布会的主角丁雪小姐闪亮登场。就这个，知道怎么办吗？哦，知道。哎，这是什么呀？爸，你怎么出来了？婷婷睡了。哦，您快坐。给婷婷她姥姥打电话了吗？她也不知道咱们这情况，该多着急。我电话没电了，但是我让小李去打了，不用担心了。哎，各位来宾，各位朋友，打通了吗？今天是丁雪独唱音乐会的新闻发布。你怎么下来了？赵总在说话，电话打了吗？哎呦，我的祖宗！赵总在说话，你也不能离开会场啊。那些记者打了没有？先沉住气，别紧张，好不好？等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我们……哎呀，我在问你，电话通了没有？没有限公司，给大家、打了，没打通。家里电话打了吗？打了，没人接。冰雪小姐是歌坛有实力的唱将。早在7年前，我参加过新歌赛，并取得过。根本就没有打。你为什么要骗我？相当优异的成绩。冰雪，我不是有意要骗你，我只是不想影响你的情绪。咱们一切等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征服过海内外观众。目前，冰雪小姐是我们艺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唯一的签约艺人。喂，好，你稍等啊，你闺女，喂，妈，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哎呀，你快说话呀！婷婷她，婷婷怎么了？不小心摔了。什么？摔了？严不严重啊？你让婷婷听听话。不在？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你不会把他交给许国明了吧？妈，你是不是脑子糊涂了呀？你怎么把他交给许光明了？你要是一个人带不过了，你告诉我，我马上就回来。不用。那婷婷呢？她不会在医院吧？我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哎呀妈，你要急死我，你快去问呀，快去问医生啊。不接。喂，哎呦天
乐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乐琪，冷静，冷静，冷静啊！我不知道。哎，乐琪。丁老师，你怎么还不回现场啊？接下来该是你回答记者提问了，现场都在等你呢。大伟，你去告诉赵总，说我要回去了。为何又走到尽头？曾经的温柔已经无情地被偷走。离开以后还剩下什么？离开以后就别再回头。生活彼此承诺，就让我们的爱。